哇，你看我冲刺带流星，我操，好帅！跟你交换。哎，队友，我这个特效，哎，这特效麻烦。但是你干嘛呢？哇，好鸡巴帅，我真的。快！剑呢？杀得漂亮，凯特。我停不下来。我停不下来。哇，上勾拳。 让我来帮你跑，你就没用的家伙！哦哦，杨正义没得用，他妈职业，去锤那个职业兵！锤他！很好啊，职业兵好像打不过。来呀，试试看呢！好，他妈的！再见！你自己锤死了那个职业。那绝对不会是最后一只，补充弹药，重建防御，冲锋接近，收集能量。 你是一个哨兵了！哎呀，一炸就炸没了。我真的加入。好嘞！喜欢啊！我需要弹药。吓死我了！别挡我的路！这个我要了。 岗哨已装填弹药。我操！我这个跑步速度有毒。你们动手吧。换了一个人物。那什么？你是有什么事情迟到了吗？岗哨已装填弹药。岗哨收获了。我发现了个新的 bug。哈哈哈哈哈！ 就是我意外掉线，然后呢，我换了个角色进来，然后就有三个角色的那个升级的升级的内容了。我操！我这个跑步速度有毒，太快了。100%升满是100%都升满了，一个升满是百分之。我把杰克的那个很多东西全部升满了，然后升满之后，我们去防守的能量。然后我的生命值也是最高的。 你消灭！哈哈，我一点都不厌倦。牛逼，切枪速度。敌军来了！哎，我这机枪塔没用了。我对切枪速度有毒。闪光弹来袭！这哪被炸掉了？这少了机枪塔。解决了一个子弟兵。愉快的放烟花。岗哨已装填弹药。 什么？你是有什么事情迟到了吗？我操！你想再继续扑了？我需要弹药。我来这里让他们哭着找妈妈。<笑>说话，客人是真的说话，<笑>你妈是真的傻。 他的腿不会是最后一只，补充弹药，重建防御。